今天的这场第九轮的常规赛，南京头牌苏九对上广东华南虎。这篮板球还是广东队的命根子啊！因为赛前都跟大家介绍了，南京的进攻篮板球能力非常强，是全联盟排第二。放掉的牌，够硬啊！还头一次见从三分线外运球往里冲着双手扣一个。但这个球广哎，这球也是好球啊！胡明轩来了第一个助攻，是就是刚才那球啊，广东队门户大开。因为他的这个厉害呢，是在于他可以这个截个球之后急停跳投这一下，中距投篮也行，不太好防。徐杰，好球！南京这边呢，防守刚才没对上，徐杰抓机会非常坚决。是，啊，王子睿也上，哎呦，这边希热啊打了一个三后卫，三后卫防守防了一个联防，把法尔放在内线，哎呦一个三分，投进了。但好在呢，就是对广东队来讲比较好消息是现在。那个南京身高也不高，是后防线不错。徐杰，我们看今天高效啊，高效。吴定嘉给了拆炸弹了，没时间了。神仙球，前冲式的打板路筐，王兰钦。这个南京队就是守这个盯人，他确实是因为他两个中锋的个儿没那么高，他具备守盯人的资源。厉害，小个儿脚快，球的轮转的速度啊。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，好球！这个球打你立足一分，要失误。胡明轩，四打二，可以自己上。对，有时候传下球反而容易失误，他绝对有这个能力。第一节的暂停回来，南京队是起得非常好的效果。是的，看看这个暂停回来怎么样？又一个好球，哦呦，两次啊！这个是吴班亚暂停，暂停，先换法尔。广东的现在呢，一旦打阵地啊，就很吃这个手感啊，很吃命中率。来喽，别放下来！高举高打、天哪，这个扣篮，这真是我曼亚马。没办法，这个沃特斯，这是沃特斯在一楼，法尔在四楼。你这个扣篮投了就不痛不痒了，没必要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只要一打犯规，你就是罚球，对吧？是。来，张浩佳机会没抓住，进攻篮板，不错。赵旭红把球拨进去了。你不能够用比赛来。是自己的状态，手感不行。哎呦，冲击篮下，又是进攻篮板，又是增分日，进攻篮板。好机会，不错。徐杰，中锋对中锋，又一个三分，又来。沃特斯，徐杰有机会。刘东拼了命的往外扑啊，但是徐杰又投进了。同样，真棒！沃特斯这个，他知道今天徐杰准啊。二日机会，好机会，不错。有没有？没有投进，进攻篮板球。嚯，单手抛射，林威潇洒。是，林威真的是稳啊。洪轩，假投真突，再给马上布鲁克斯。有了，这个节奏是对的。这个和之前打宁波那场比赛这个内容就差很多了。好传，内外都开了，20分。这就是刚才说到，就是孙中孝内线的防守，这个防得不错。反击，林威一打二，好球！这个终结的把握性，看看，这个球没有投进。马上，再打进呢，对面希尔要叫停了。打进了，而且曾凡日五犯，这个是特殊打法了。他和法尔给他强侧要位啊。来，我空中拉杆。因为这个时候呢，你把球打慢一点。明轩，今天这三分球是真的是全。当然，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三分球危险。对。广东队啊，也给你上全场防守。嚯，王兰钦好球啊！王兰钦看得出来啊，绝对具备这个能力了。对吧？你就知道这个球拿到以后，你往哪个方向下？是。全场比赛结束。